那学着学着就没人了。东西差不多到点了啊，我们开始了。上次学的是六面法门。我们现在学的单独的这个六妙法门是从日本取回来的。我们这个书上啊，它有写啊，此本中土失传，从日本取回。六妙法门，谁的那个麦没关？把自己的麦关了，看看啊，谁的麦没关？董洁。把麦关了。好，哦，不关麦，等会儿你那里的动静这就会传出来。白云，白云把麦关了。要不然有点噪音就会，这边就有反应。啊，我们进入正题啊。接着上次我们学习啊，接着上。六妙门第一个，我们昨天学完了啊。离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六妙门属谁？止观环境。属谁止？这个是息啊。观环境，这个是心啊，或者说念。
能看见吗？可以看见师傅。好。实际上，它有一部分是气，气就是鼻子里的呼吸啊。吸是身体的感受。或者叫气感啊，气感，它也是我们除了身体里面有一股流动的东西，它这个它有两种感觉，哎呦。它有两种感觉，一个是身体里面有一股东西在流动，还有一部分，这是毛孔，皮肤的毛孔。毛孔怎么写啊？皮肤的毛孔在呼吸啊。这个人的皮肤的毛孔在呼吸，这个怎么感觉呢？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的。比如说我们在游泳的时候，这个身体浸在水里面，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大部分啊，浸在水里面，只留下一个脑袋，漂在这个，只留下一个脑袋瓜漂在水上。那这个身体，手啊，这个上半身的这个皮肤啊，大腿呀，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有一种闷闷的感觉。也就是你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毛孔，它感受不到。啊，不像我们在空气当中啊，感受不到这个呼吸，就是身体的感受啊。你这个属吸，尤其是随吸的时候，随的是这个东西，不能随气啊，不能随那个气。那么止也是指的是这个东西。好，那么下面这个观环境，它是指心，或者是念头啊，念头。那么在天台呢，它就叫三指三观，那么我们这个六妙门，这个专门的这一小篇，这个六妙门里面，属谁指观环境。智者大师呢，就赋予它很多的内涵。我们的第一篇，力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所谓的力别，就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哎，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什么空无边住定啊，实无边住定啊，无所有住定啊，非想非非想住定啊，他们跟这个属水止观环境是怎么配合的？啊，这是对力别对诸禅定，这个名六妙门。这个属啊，第一个属就是属息咯，属息。这个书上叫属息，实际上我们属的是气啊。我们在操作的层面属的是气，但是呢，我们是要通过属气。把息给数出来，
把这玩意儿也给锁出来啊。嗯，哪去了？啊，这个东西，哎呦，我们通过暑气。属吸是通过属气，要把吸给属出来，不是属吸啊，是属气，属鼻子里出入的气。然后吸，你属久了以后，你属习惯了以后，你的思想就专注了，你的思想就慢慢的就会忘记我们的这个那些平时的那些让你烦恼的东西，暂时会忘记。那你的心念一停，这个吸。这个感受，这个东西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把息数出来，啊，息数出来了，数就可以不要，在操作的层面数就可以不要，就随啊，就看着啊，又叫听息，或者说听啊，又叫听息，就看着啊，这个注意。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修的时间大部分在水里面。随息的时候，你要把握住一点，你的心念还是要不动。心念不动，这个不动不是真的不动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不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啊。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对息的关照，对息的关照没有失去，第一个不动，对息的关照没有失去，第二个。在对息的关照的同时，虽然有那些浮想出来啊，那不重要啊。对息的关照没有失去的同时，有这个思想出来啊，有思想调出来啊，调出来，这个就不要紧，不管他啊，让他自己来，让他自己去啊，不管他，随他来去啊，这个随也有这个意思啊，哎呦。随他来去啊，他自己会走的，不管他啊。这个随的时候啊，两个东西对息的关照不能失去啊。除了随息的时候，还我们的那个对息的关照没有失去的同时，那个。浮想，哎，我们这个专注的看着戏，在观戏，然后呢，在这个的同时，有一些我们平时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定下来的那个心念，他会自己来，他会来了以后呢，不管他自己会走啊，我们只要抓住重点，抓住重心，抓住中心，观息，看息啊，关照啊，应该叫观息啊。看戏，抓住这个，这是随，这个随久了以后，随的这个东西，随的这个修法里面，它更多的是照，这个更多的是照的作用，属息更多的是观的作用啊，你要分清楚观。就是一点，或者说一个所缘，
一点一个所缘。照呢，它是一片，这个一片其实是不太准确的，或者说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缘境都在你的关照当中，只有所有的缘境在你的关照当中，你才能随息，你这个息去哪你都能够看得见，这个叫照啊，就是你心念的状态，一个是观的状态，一个是照的状态，这是随息啊。那么只是停下来了啊。我们之前讲过，人身上的在动的东西，物理上的就是气和血在动，心脏在跳啊，胃在动，胃在挪动，心脏在跳，这是最常见的、最直观的，就是血管里面有东西在动啊。那么指这个，除了这个呼吸、血管两样啊，都停下来了，啊，那不得了啊，这叫止息。这个止息我们就先不管啊。那么一般讲止息，就是这个你的心念不动了啊。实际上，心念不动是在随的时候，你的心念就已经不动了。你的心念只有达到不动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才知道你能观啊。咋搞的？你才知道你能观啊，你才能照啊，才能照。这是属水止，它是偏向于气息，但是呢，也要了解，你要有，也要这个做到，你要做到这个照的这个功能，照的这个作用，你的心念，你这个照的这个功能。功夫你要能做到，你才能够随心，你才随得起来啊。观和照要自己去分辨，观是定义一点，定义一个所缘。你在观的时候呢，突然来个什么东西，很容易干扰你。你在照的状态来个什么东西啊，它不会干扰你的，因为你心念的所缘呢，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看得见，能够观察得到。这是这个照啊，属水指偏向于气息。观环境呢，它是偏向于心念啊，在我们天台这个教法里面偏向于心念，或者说我们叫观心法门啊，它不是禅宗的观心法门啊，禅宗的观心法门呢，一般是观过去、现在、未来三心不可得，实际上天台也有这个观法啊。这种观法都有，不管天台啊、华严啊都有。那么天台的呢，它的特色呢，就这个啊，三指三观，三观配三指，体真指，随缘指，西二边分别指，这个三指三观。这是大的，那么小的属水止，属息啊。我们的一属为妙门，行者因属息故，既能出生四禅四无量心，这是属啊。力别对治，力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在属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修初禅、二禅、三禅，修四无量心，修四无色定，都跟属息有关，都跟属有关。也就是我们心念都要专注，都要关照啊，都要专注。能觉知非是涅槃，落于最后非想非非想处地，能觉知非是涅槃，是人民必定得三乘道。这个，四禅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禅，四无量心是我们这个。
立别对诸禅，应该这里少了一个禅定，禅定，你看这里嘛，立别对诸禅定，明六妙门。落于这里啊，落于最后非想非非想定，能觉知是，能觉知非是涅槃，它不是涅槃啊，非想非非想出定不是涅槃。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他跟外道学无想定，学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最后就因为六十外道啊，当时印度的最高的这种学问，这种出家修行啊，最高的境界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定。释迦牟尼佛学完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呢，就已经没有老师能够教他了啊。也就是这里讲这个是释迦佛当年他自己觉察到啊，非想非非想出定不是最终的这个那个圆满的东西。哎，然后呢，释迦牟尼这个叫知非即是，然后呢，自己跑到这个菩提树下，自己跑到这个雪山，不是跑到菩提树下，自己跑到雪山去苦行，最后苦行也非道啊，然后在菩提树下七天正果啊，这是释迦牟尼的这个一个经历。这里的最后非想非非想出定，能觉知非是涅槃，一般人不太容易啊。那么我们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有这个经历，他是过来人啊，他教的啊。我们的这个根本禅定里面是灭尽定，不是非想非非想出定啊。所以呢，这是已经有一个过来人已经指好了方向，指好了路啊。世人必定得三乘道啊，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道，何以故？此定应记录，何故有？这是非想非非想住定啊，此定是应记录，何故有？因五应记十八记，入就是十二入啊。这个定是修来的啊，是应记录修来的。和而有的修来的虚狂不实，虽无粗烦恼，而亦成就十种细烦恼啊，知以破析，破析啊，书上呢是破析，不是破折，那个折啊，就是析啊，就是析。不住不着，心得解脱啊，即证三乘涅槃，故此亦如须跋陀罗。佛教断非想非非想处惑啊，即便获得阿罗汉果，属为妙门，亦在于此。也就是这里的属对应的什么？对应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它对应的这些啊，然后呢，也对应的灭尽力，因为他有说啊，虽无粗细烦恼，亦成就十种细烦恼啊！知以破细，不住不着，心得解脱，即证三乘涅槃啊！故此亦如须跋陀罗，佛教断非想非非想出惑啊！这是属为妙门灭尽地啊！属对应的属为妙门，立别对诸禅定。立别这一节第一节啊，属对什么呢？对诸禅定，四禅定，四个色界定，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色定，还有灭尽定啊，这是禅定，明白了啊？
对，住禅定那个啊，这个禅定就是四禅，四禅就是四色，这色界，色界又叫四禅，是色界定，四无量心，这四无量心是佛教特有的啊，慈悲喜舍，又叫四种三昧。这个四色界定、四禅、四无色定，最后一个是灭尽定啊，灭尽定，这是属对应的这几个，属为妙门，力别对治，力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属。第二个，谁为妙门？行者因谁希故？能出生十六特圣啊！这十六特圣要记住啊！这十六特圣要记住，属就是有关照，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谁，谁就是有关照在里面。我刚刚讲了啊，这个谁呀、啊？它有关有照，尤其是照的功能，照的作用。谁？你不照，你怎么能随得起来呢？啊，属谁？属偏于观，谁呢？照啊，照的功夫出来了。照久了以后，照什么？照息呀、啊，照你的，主要是照息啊，觉知。所以呢，这里叫知息入，知息出。知悉长短，知悉变生。你要罩住它，你才能知啊！你不罩住它，你怎么知啊？对不对？这是十六特圣。这个十六特圣生出来，主要是因为罩的功能，心念的罩的功能。罩久了以后，那个东西它自然会变化。这个东西它变化什么呢？就是变化出十六特征，十六样东西出来。什么心受喜呀、啊，心受乐啊，受诸心行啊。这十六特征它就有配身受心法啊，之前讲过了啊，配身受心法四念处，它是这么配。这十六样东西。十六肾，哎呦，这十六样东西，它有竖的配，有横的配，横的配，叫身受心法，四念处嘛，啊，竖的配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大概是这样啊。具体怎么配，我们这里先不管它啊。这个那个书上没讲，我们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因为其他的这个禅观的经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配对，这是谁为妙门？谁为妙门出生十六特圣？那个讲清楚了啊。随，它不是随，不是随便，是你要罩住它，它才能随。你不罩住它，你怎么知道你在随呢？你的心念罩住它，这个罩住它呢，又不是止，又不是定啊。心念罩住了，但是心念呢，它能够觉知到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心念。就是我们在数息的时候，我们在随息的时候，这个心念罩住了，知道这个息在哪动。但是呢，你的心念里面呢，也有各种
乱七八糟的想法啊，你不要特意的去赶跑它，不要特意的去想，哎呀，我怎么我们在熟悉在随息的时候，怎么又跑出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来了啊？这不要紧，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念呢还没有那么纯熟，做功夫做的还不熟练，对这种修法的这种认识还不够深入啊。等我们切实的训练。切实的训练熟了，对这个修法认识加深了，对这个照观啊，这种练习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那种胡思乱想的那种浮想的那个东西啊，慢慢就少了，它不会来啊，因为我们对这个法，对这个修法有信心了，你的心念坚固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不会再来了啊，这是这个照的作用啊。止为妙门者，行者应止心故，即便次第发五轮禅啊，这个地轮三昧呀、水轮三昧呀、这些，这个是止为妙门，止呢是吸充满全身，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这个知息变身啊，知息变身了以后才能止啊。那么止呢，它又有两方面，一个是息充满全身，一个是息念啊，息念还是要照啊，这两个东西同时起作用。止，哎呀，这写满了，写在下面啊，补充个止。吸，充满了啊，充满了，你全身都。就是他不会跑来跑去，你就不用随了啊，因为不是不用随了，你这个随的功夫已经做完了啊，吸充满全身了，吸满了，那、啊、也就是知吸变身的那个啊，吸变身。然后呢，心念照，观照啊。既然有照，就一定有观，也就是照、观照、观照的功夫，怎么说吧，观照的功夫，两样啊，照要还在，这两样同时起作用才能止。这个要自己多练习啊！这么说呢，已经剖析的够详细了啊！属水止，我们自己听完以后，自己去练习，我们的心念呢就很容易配合呼吸，配合你身体的吸的觉受，配合那个气感，主要是配合气感，你的心念要停下来是配合那个气感的感受的，在修这个属息观的时候呢，皮肤的这个呼吸呢，我们就不是那么在意啊。属水止，这是三样。来，止五轮禅啊。这个止，前面这五个先不管，就已经过去了啊，因为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讲过了啊。即是第九外道能断三界结使啊，这是止，在止的状态当中，在止的这种状态当中才能修这个，修得成这些啊，能断三界结使，永尽无余。三界结使，88结使啊，
即使断了你才能够证这个苦集灭道啊，这个尽智就是灭啊。这个尽智它就是灭啊，我们四谛嘛，苦集灭道嘛。最终是要证灭啊，证灭，灭灭什么？灭尽定，灭受想定，灭苦，这叫证尽智啊，无生智，无生法忍，无生一切法不生，无生就无去无来，也就是入涅槃啊，这个一个意思，实际上是止为妙门，意在此也，这是止。然后接着，观为妙门者，行者应修观故。这观对应的哪些禅定呢？或者说观对应的哪一些修法呢？我们这一节叫离别对诸禅定，离别对诸禅定。这个还是在对诸禅定里面啊、这个是观观什么呢？行者应修观故，观呢就是要思维啊，这个不像，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观息呀、照啊、观照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里的观的意思，它就是要思维的意思。你要相信他，你怎么相信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死亡的这个事情的人，他怎么会知道人最后会死呢？一定是他见过，他才会知道人会一定会死。你见过就是观，对不对？你见过就是观，你想吗？观就会引起想，引起思维。行者应修观故，即能出生九响、八念、十响啊、八倍舍。哎，这个讲，这个学习过啊。九响就是，那个九响有两种，补充一下啊，上回没讲那么细。九响，有两种，一种是。这个书上的话我就不用书上的术语啊，就是有两种，我们最后呢有一个坏，有一个这个散落响啊，第九个，前面八个是一样的啊，这个白骨出来了啊，第八个是白骨啊，白骨出来了，第九个是坏响啊，第九个是这个散落响。白骨被狗叼走啦，被什么东西叼走啦，被老鹰给叼走啦，这个散落想散落在地上变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人生无常啊。那么还有一种，白骨出来了，第九是什么？白骨要化光，要流光啊，白骨流光，这是一种修法，这个呢也是一种修法，这种修法呢。反正有两种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呢是在禅密要法里面的啊。正儿八经的白骨观。正儿八经的白骨观啊。哎呦。白骨观修法。这个第一种，这个这是第二种啊。第一种这个白骨最后散乱散落散落响啊，写错了，散落响，这个是一种对峙。对峙什么呢？对峙我们叫这个是不净观啊，对峙我们叫对峙淫欲的。好了，
再回来啊，这个对之盈欲的呢，那么就是这里的，九想八念十想啊，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九次立定啊，这里面有四个层次，九次立定是一个四次奋训三昧，超越三昧，这个它有天台，它把这个什么观呐、什么修啊、熏呐、什么炼成呐啊，分成了这四大类。这里的这些观修炼都放在这个观里面，在另外的天台，另外的这个教义里面，比如说禅波罗蜜次第啊、摩诃止观呐、九想八到这里来吧。这个观，这个九想，我们这个不是对治淫欲吗？那么这个九想的对治淫欲，它要配上，就是最后散落想啊，变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白骨。这种九想啊，然后还得配上什么呢？配上八倍舍。九想有两种啊，记住啊，两种。第九个是散落想。这个骨头散了，人就压根就没有了啊。这种九想要配上八倍舍、八念处，八倍舍、八念处实际上就是八念处啊，只不过它更深入了。这种修完它的见解呀、就更深入一点。然后呢，最后呢是十一切入，这个是一套，或者这个是一组啊。这一组它就叫观禅，在天台它就叫观禅。我们这里的这个观这一类啊，属为妙门。这个观不是属为妙门，就六妙门力别对诸禅定六妙门。这个第一小节的这个对诸禅的六妙门，这个六妙门这个观为妙门的这里面，它对应的。这个观的这个观念比较大啊，如果是对治淫欲，对作为不净观来说，它实际上它就是只有要有这几个内容，它实际上这个几个内容是不净观的内容啊。五蕴心观对治淫欲啊，那不净观对治淫欲，它不只是九想，它除了九想以后，还有八倍色，还有八念处。要有这几样东西，它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净观的修法啊。它不是把你，当然是要观恶心的。这个观恶心的不是让你恶心，是让我们的心念对这个产生这个散落想，是要观无常，不是让你观恶心了。人九孔成六不净观恶心的，那也没什么用。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人的色身呐、因为我们贪着男的贪女的，女的贪男的啊，无非是外相啊，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这是散落想，观这个九想的这个是外在的执着，倍舍是破内在的执着啊，内在的执着或者是见解啊，内在的执着就是见解嘛。它是这样的啊，九想是破外在的这个美女俊男啊，九想，八倍舍是破内在的对这个美女俊男的执着，那么后面的这个是跟八倍舍是一套的啊，八念处啊，八圣处不是八念处，写错了啊，八圣处，十一切入，这个是。跟贝舍是一套的啊，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外，一个是内，两大类啊，明白了啊，这样的一个
分类，这样的一个分类它是不进关啊，所以这个关是这里的这个关。那么我们这个类别对诸禅，六妙门，这里的这个六妙门的这个关，它包括了这个不净观，包括了这些，还包括了什么观呐、啊、修啊、熏呐、啊、练呐 啊，它这个就比较大啊。作为六妙门来说，它的观念就比较大，所以有九次立定啊、四字分训三昧啊，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啊，前面在那里讲的这个不净观的一部分。那、八念是什么？八念我发了一个微在群里面啊，六念、八念、十念。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戒、念师、念天。八念是在六念的基础上有一个，有一个念安波，有一个念第七念安波，第八是念死，还有一个十念。十念是什么？十念在这个念安波、念死的基础上有一个念生，有一个念休息，那就是。六念、八念、十念啊，就这个，这里是八念。不管是这个，然后这个前面这一堆这是观啊，后面这一堆这是修，观修，这是练啊，这是练，超越三昧。这是熏啊，这里是修，这里是熏，这里是练禅啊。最后呢，有十四变化性、三明、六通、八解脱。八解脱是八圣处修好了以后，就有八种大解脱。啊，得灭受想即入涅槃，观为妙门，也是跟观有关系的。是这么多。这是观为妙门。好，数为还为妙门。我们之前一起学习的时候有说过，有提过这种六妙门的这种安利啊，这种我们现在学的这种安利，这种观念的安利啊，这个是天台特有的啊，其他的原始的这个六妙门的这个教法里面呢，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修行道地经啊，原始的这种六妙门的教法里面不是这样的。安波手印经啊，我们之前提到过啊。接着，还为妙门，数随止观还为妙门，它对应的哪些禅定呢？你想啊，禅定或者是对应的哪些三昧啊？禅定或者说三昧，行者若用慧行，慧就是观，慧就是观啊，就是上面的那个观。行者若用慧行，善巧破隙破折啊，破隙折的破折。善巧破隙还本还原，还什么原呢？当然是心念啊，能够认识自己的心念本来啊，叫还本还原。事实即便出生空无想无作啊，这个空无想无作，这个是叫三解脱门啊。到这里啊，空无想，这是大乘法啊。这个空是这个。叫法不一样啊，一般是有的叫，一般是这么叫，一般是空啊，无愿无相啊，又叫无相啊，我们叫无，无愿叫无相，都是一个意思啊，空无愿无作，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
我们叫三门。哟，它不是这个三门啊，这是一种讹传，讹传。三门就是这个，三门。还为妙门者，行者若用慧心，善巧破析，返本还原，是时便出生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37品，4谛，12因缘，这是本来有的东西啊，也就是本来有的东西，这不是强力啊，中道正观，本来有的东西。因此得入涅盘，还为妙门，意在此也。单修一个，单修还也可以入涅盘。六者尽为妙门，行者若能体识一切诸法本性清净，行者若能体识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即便获得自性禅也，这不是我们禅宗吗？你看看对不对？得此禅故，二乘之人定证涅槃。若是菩萨，那么菩萨怎么办？菩萨入铁轮位，铁轮、铜轮、金轮。这个啊。具实性心，这个实性类，实性类，然后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贤，然后实性啊，不是，实地啊，怎么搞实性去？具实性心。修行不止，即便出生九种大禅啊，这第一个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恼禅、只是他是乐禅、清净禅。菩萨依是禅故，这个境你要能体是本性清净、本来清净。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禅宗啊，本来清净。本来清净，这是修这个一个法，六妙门里面修这一个就能够怎么着呢？就能出生九种大禅。菩萨依是禅故，九种大禅得大菩提果，已得尽得当得。你过去已经得了，现在修这个的能得，你现在修这个法，未来一定能得。已得尽得当得，尽为妙门，意在此也。那么天台的这种讲法呢，他就把这个六妙门的观念呢，就把它给扩充了啊。每一个他都能单独的修啊，属为妙门，能单独的修属，单独的修属呢，能成就什么呢？能成就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啊，四色定、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能成就这些。那么单独的修水能成就什么呢？单独的修谁能成就16特胜啊？单独的修止能成就什么？能成就五轮禅。单独的修观能成就什么呢？能成就九想啊、八念呐、十想啊、八倍舍啊、八善处啊、十一切处啊，九次立定啊、狮子分心三昧啊，能成就这么啊？还为妙门能成就什么呢？能成就三解脱门呐、37品啊、4谛啊、12因缘啊、中道正观呐、那么。尽为妙门能成就自性禅，这是这个属水止观环境，这是我们这个天台把这个属水止观环境这种观念含义啊，把它给扩充了啊。这是第一个力别对诸禅定，力别这六妙门跟这个各种各样的禅定三昧修法。力别对诸禅定，明六妙门啊。第二个，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也就是它有一个次第，所随水观环境，它有一个次序，它不是单独的啊。这回就不是单独的了，
它有一个次序，次第相生入道这阶梯，那就是有一个层次啊。落于欲界行，欲界中巧行六法，第六静心成就，即发三乘五漏，况复具足诸禅三昧，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也。我们某一个时间段啊，有一些某些大德啊，在社会上鼓吹汉传佛教没有次第啊，汉传佛教怎么会没有次第呢？他怎么会没有次第呢？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不要迷信大德啊！不要迷信大德。怎么讲啊？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落于欲界巧行六法，所随止观环境巧行六法，第六静心成就，激发三乘五漏，旷复具足诸禅三昧。前面诸禅三昧就是前面讲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然后就有五轮禅，五轮禅后面又有九想八倍色、八圣住持一切入，又有观、有修啊、熏啊、量啊这些啊，还呢还有无想啊、三解脱门啊、三十七品的，还有自信禅、本性清净，怎么会没有次第呢？明明写了嘛，次第相生，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此机以前有意，跟前面那个对立别对诸禅定啊，明六妙门，那个是一个一个可以单独的修六妙门，所说止观环境可以单独的修，这里的六妙门所说止观环境，它是一套，它是一个次序，修了数才能修，修了数正了数才能修随，修了随正了随才能修止，修了止正了止才能修观。啊，它是一个次序的啊。所以者和如数有两种要修，也需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标准正数。修行者，行者调和气息，不色不华，安详徐数，从一至十，色心在手，不令持散，是名修数。就是你修这种修数呢，它是原始的观念啊。我们这个。安波守一经啊，修行道立经啊，它是有一个次第，次第相生，修数调和气息啊，不色不华，安详徐数，你的心念要安稳，心念要安稳，你的心不在这里，你还在这里数，那没用的啊。从一至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呢，反过来再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不要一二三四五，又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这样数啊，除非是数的中间断了，那要从头来，数到十，那再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啊，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色心在数不令持散，是名修数啊，我们的心念，所以呢，它这个在色心在数，偏于观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偏于观。正数者决心内运，哎，你修到一定程度，这个数数到一定程度，你这个照的作用就来了，你心照是你的心，息是你身体的感受，是气息，这是心，这是身体，你看对不对？一个是心，一个是身，内心决运，决心内运，这不就是照吗？你所有都能看见，从一至十，你数，你知道啊，从一至十，不加功力，心住心远，你看见它，你看见它，不只能看见心，你能看见所有的东西啊。慢慢的觉虚觉息虚微，这个息，身体上的这个气感充满了啊，心相见息啊，就是你的观念、你的心、你的照。什么叫息啊？你都能看得见，那可不就息了吗？啊，患数为处，亦不欲数，而是行者应当放数修随。就是你的心念准备好了，你的身体的感受，你的气感都来了，你的心念达到了照的
照的作用啊，正道的照的作用啊，随，那么修随，随也有两种，一者修随，二者正随。修舍者是前就数不数了，一心，我们的心念专注啊，关照照住那个息，知息出入啊，色息色心缘息啊，你看住你的气气感，知息出入出心住息缘无分散意啊，你这个。对息的观，对息的照，一直没有离开，这是修。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正道呢？你做到了呢？心既微细，安静不乱，觉息传传，觉息长短变身露出，心息任运相依。你的心和你的息，照和你的气感，随时都能够相应。意律恬然，就是你的心，这个时候你的心念呢，不会急躁，不会恐惧，不会这个忧虑啊，意律恬然，很安稳，安隐啊，我们经书上一般用隐，安隐，你慢慢的你就能安，不躁啊。意律恬然宁静啊，这是随修随啊，属随修随，觉随为初啊，这个随做到了，那么这种功夫进步了，那又觉得这个随修随法呢，还不够完美啊，还要进一步心厌欲舍。如人疲极欲眠，太累了，那可不就要睡一会儿啊？不乐众物，就不想数了，不想随了，不想看着他了。尔时行者应当舍随以修止。照止，你的息充满全身，他自己就照了，他自己就止了啊。只有两种，修止、正止、行者。这里的止，它这个就不是那个充满息满全身啊，因为这里的它是一种修法。这个止在照的作用下面，然后让我们的心念跟息啊，心念跟息都停下来，也就是这两个东西没有其他的念头了，不会有那些浮想了。我们在修随的时候还有浮想，这个时候浮想这些都没有了，乱七八糟的念头都没有了，心和息，你的心念只看见，只照到了息，啊，心念感觉就是停下来了啊，感觉就是停下来了。修止者，欲律息诸缘律啊，那些缘律啊，它自己会走的啊，不用你赶它。息诸缘律，不。念属随凝记其心，是名修止。正止者，觉心明然入定，不见内外相貌，定法持心任运不重。这是止，这里的止是什么？要定法持身。这里叫定法持心啊，不对啊，这个应该叫定法持身。你叫持心也可以，但持身更好。怎么叫你做的时候，这个又叫粗住，我们不是有个粗住细住吗？在粗住细住之间，它有一个定法持身。天台把这个粗住细住，然后你要叫什么欲界定啊？欲界定，这个天台的叫法啊，欲界定。定法持身，任运不重。这里的止是指这个东西定法持身，不是那个息知息变身，息充满全身，不是那个东西啊。行者事时即作是念，今此三昧虽复无为寂静。安隐快乐啊，
哦，慧方便，慧就是智慧。不能破生死，复作是念。复作是念。这里慢慢的修久了，这个止修久了，它就会有清安啊，出入细入清安啊，这里清安，然后欲界定，这个欲界定定法持身啊，欲界定定法持身啊，今此三昧虽复无为寂静安隐快乐。但是呢，无慧方便啊，这个功夫是死的，你不修就没有，不能破坏生死。不修就没有，同时呢，也不能这个脱离生死啊，解脱生死。复作是念，今此定者，皆属因缘。这个定啊，是因缘，也就是修来的啊。因既入法，和合而有？三科啊，这个世间的这些。和合来的虚狂不实，我今不见不觉，应虚照了。哎，用智慧去关照，这是修照啊。实际上，整个全程除了数跟没有照的功，没有照的这个功德以外，没有照的作用以外，其他都应该有照的作用，要分清楚啊。到了这个观的时候，更应该这里的观呢，实际上就是照啊，属谁指观，这里的观就是照，就是观。作是念已，既不着止，岂观分别？这里的观就是了知，了知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行者修观，一者修观，二者正观。修观者，一定心中以慧分别，观以微细，出入细相。这个都是细，你看这里的观都是观细啊，如空中风、皮、肉、筋骨36物。能观身外、身体中间、身体内部36样东西，如芭蕉不是，芭蕉传说这个芭蕉一层一层剥光了，中间是空的啊，中间没有东西。心识无常，刹那不住，无有我人，身受心法，皆无自性，不得人法。定和所依，是名修观。这里的观，他的观念就比较大，不是我们讲这个观照这两个功夫啊，这里的观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我们讲观照的时候呢，观是偏移一点，偏移一元，照呢是一片，是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缘境，这是在功夫上啊。那么这里的观呢是除了那个。照的作用以外，除了观照的作用以及现起以外，还要能够觉知你身心的变化，觉知身心有哪些东西，有36样东西，也能观察到了知心识无常刹那啊，了知唯有我人身受心法皆无自性，不得人法啊，定何所依，是名修观。如是观时，觉悉出入片中毛孔。如是观时，觉悉出入遍诸毛孔啊，这里有毛孔了。心眼开明，彻见36物及诸虫户。这个是禅宗要法里面的啊，人身上哪个地方有80亿户虫，80亿虫啊，什么40亿户啊，怎么样啊？有这80亿，有20亿分成四类啊，滴水分成四类，四个20亿，哎，21户，21户啊，也就是有四个大类，四大类啊，81户虫，内外不净。这里的户虫在现在的观念呢，它是人细胞，人血管里的。身体组织的细胞啊，红细胞、白细胞啊，尤其是红细胞，它输送养分、输送营养，还输送人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啊。红细胞那个护虫虫护
现在的观念就是红细胞。有人做了这些研究啊，说是红细胞。内外不尽刹那变异，心生悲喜得四念处，破四颠倒明正观。这里的四颠倒就是常乐我净啊，但是涅槃四得也是常乐我净，哎，所以你这个名相啊，有的时候颠颠倒倒的。观相即发心，这里的所随止观修完了，然后呢，观相即发心源观境分别破析觉醒觉念流动非真实道啊，一步一步修完以后呢，那么还哪呢？尔时应当舍观修还，还亦有二，怎么修啊？修的是什么时候是个标准呢？修还者，即知观从心生，还到哪？要还到心这里啊！心为万物之源，从心生，路从西进。修止、修观、修还。这里的折不是折啊，息啊，我们的书本上是息啊。此机不会本源，如果我们只是去看外境呢，你看我们修来修去啊，属随止观都是看外面的，那么还是还到哪？要还到心这里。路从西进，此机不会本源，应当反观观心，要反观你的心，反观我们的心。此观心者从何而生？谁在观心呢？你心观心呢？你怎么观呢？实际上观心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你怎么知道你在观心呢？你是以心观心呢？那你心观心，你怎么能自己观自己呢？对不对？你怎么能自己观自己呢？语言表达啊，就这样啊，实际上。这个心的作用是有很多层次的，它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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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刹那刹那的灭啊，刹那刹那的灭，刹那刹那的生，而且这一刹那之间有好多个心念啊，它是同时现起的啊。不做观心的功夫啊，我们是观察不到的。从何而生？你这个心念从何而生啊？你观心，你怎么知道你的观心啊？未从观心生啊？未从，是因为你观了才有啊？还是你不观也有啊？未从非观心生啊？若从观心生，即已有观。哎，你都自己观自己啊？今时不尔啊？即已有观，今时不尔。那么你就已经在观了，那实际上你没观了啊？所以者何？属谁止？属随止等三法中未有即观故啊，属随止三法故，这是前面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若从观心生，即已有观，今时不尔，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因为呀，我们前面修属随止三法中啊，你不知道你在观心呢，哎，你这个心你都没观呢，哎，实际上有观的，你没觉察到，就是那个照的作用，你没觉察到。实际上只要你如果能够觉察到照的作用，这个属水止啊，马上就已经修成了啊，未有即观故。若从不观心生啊，那你不观，那么才会有观啊，不观心为灭生啊，为不灭生。那到底这个观和不观到底有没有呢？观和不观，灭和生和灭啊，即二心病啊，观和不观同时都有啊。也就是你自己观自己啊，若灭法生，灭法已现，不能生观；若言亦灭亦不灭生，乃至非灭非不灭，亦灭亦不灭，这个生可以不要它，或者把它调在前面，乃至非灭非不灭，把它调在前面，或者是不要它，皆不可得，不是这样的呀，当知观心本自不生，你不要以为你在观你的自己的心啊，那本来你他自己去观自己，他本来有观的作用啊，不用自己观自己，当知观心本自不生，不生故不有，他不是真的不生，是你这个心你自己就有那个作用，不需要你再去观他，
你只要一反，它就能，它就有啊，不有故即空啊，空故无关心，不需要你故意的去做一个观啊，它你本来就知道啊啊，你不是死人，那天冷了你不知道吗？天热了你不知道吗？只不过冷的热，冷的程度没有刺激到你，只要冷的程度一刺激到你，你的心就知道了呀。啊，无有岂有关境啊？境至双亡，境和至都没有啊。还原之要也，这个还啊，是名修还相。这是修怎么修？还本还哪？你关心，实际上就找这个就是我们的参禅的方法呀。念佛是谁呀？对不对？念佛是谁呀？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谁呀？这不就参禅的办法吗？啊？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啊？还有个更有意思的，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呀？祖师西来意呀，那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还到你的心里面，还到那个本来的那个地方啊。行者当知若离境智，离开境智，欲归无境智。哎，无境智，什么叫无境智啊？你本来就有的那个东西啊，不离境智复啊，你不离开这个东西，不离开这个境智，就境就是缘啊，就是缘。外境智就是你的能观的心啊，不离境智复，这个是什么？我们有人学过那个赵论，境智双亡，在赵论里面它叫什么？般若无智，不离境智复，与随二边故。二边什么叫二边呢？有和无嘛，啊，或者叫真和俗啊，或者叫空和有啊，啊一样的啊，与随二边故。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无啊，它就是有，有一个无嘛，啊，有一个无。我们认为的无不是真的无，我们认为的无是我们认为造作出来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本质上还是有，不是无啊。这个是人的思维决断的，那这不是境界的表现啊，这是思维啊，思维推理来的啊。尔时应当舍还门，应该就那个还就不要修了啊，安心静道，就安于本来，安心静道，安于本来就不修了啊，安于本来。静用于恶，修静正静，修静者知色静故，不起妄想分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起妄想分别。这个安于本来这种静的修法，在密教里面它就是大圆满。大圆满啊。安心静道啊，静用有二，修静正静，修静者知色静故，不起妄想分别。那么色不起妄想分别，受不起妄想分别，想不起妄想分别，行不起妄想分别，识不起妄想分别，本来清净。希妄想垢是名修净啊，这个实际上，那么我们就是维摩经里的啊，本来清净。那么维摩经里的这玩意叫什么？烦恼即菩提呀！啊，
陈老是菩提种啊。希妄想垢，是名修净。哎，就是心念呢，要去能够观察了知啊。希妄想垢，希妄想我们要去追求一个净要去追求一个这个干净的地方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修那个九想八倍色色净故，色本来清净啊，世间不管是这个。这个厕所里面也是干净的，当然我们普通人做不到啊。首先是思想上就不认同啊。你说我们跑到厕所里面，能不起妄想分别吗？做不到啊。跑到厕所里面，一股南门的味道，这受就受不了了。一想，哎呦喂，这个臭地方，赶紧走啊，这就行了。然后认识的观念就不对呀，是啊，亦复如是。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妄想把它能够转变过来呢？这就是修净，悉分别垢名修净啊。吸取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垢啊？因为有我，我们以前一直讲过啊，因为有我，我是根。那你怎么做到无我？你怎么认识到无我？这个是重要的。吸取我垢，哎，就这里讲的我吸取我垢，是名修净。举要言之，若能心如本净，它本来就清净的是名修净。亦不得能修，亦不得能修所修，能修所修，所修就是净，能修就是智啊。你不要以为你在观，你不要以为你在观心，你在观，你在看。你要以为你在观，你在看的话，你还不是观啊！亦不得能修所修，你不要以为你在修个什么法，念个阿弥陀佛念个什么什么什么上师心咒这咒那咒的呀所修这咒那咒这经那经那都是所修，以及静不静是名修静，修静正静者。你的静怎么正道了呢？如是修时，豁然心会相应，你的心跟你的观照相应，无碍方便，任运开发，三昧正受，心无一事本来如此，心识变化正静有二，一者相似正，五方便相似无漏道发二者真实正。苦法忍乃至第九无碍道等真无漏会发也，三界垢净，故名正净。不自观众生空，故名为观；观十法空，故名为环；观平等空，故名为净。不自。空三昧，这是补充空三昧相应名为观，无相三昧相应名为环这三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无作三昧相应故名为净。复次，一切外观名观，一切内观名环，一切内外一切非内非外观名净故先离泛智。非内观故得是智慧，非外观故得是智慧，非内外观故得是智慧，亦复无观故得是智慧。这是观这个第二这个次第相生，属水水光环境，次第相生六妙门。第一个是属是离别对诸禅定明六妙门，也就是这个属水止观环境，它是可以单独的修，单独的修呢，它也能修到一定的功德，也能修出一定的功德。这是离别对诸禅单独的修那么第二个呢是有次第的修，
你不能分开，有策略的修，能够证什么呢？能够证到本来清净。这个本来清净呢，里面有这个真实证，普法忍，这个是16智啊，普及灭道啊，8智8忍，普及灭道啊，普法忍、普法智啊，什么即法忍、即法智、8智8忍，乃至第九无碍道，等真无漏会发也啊，这是净。后面的补充，这个补充的这个就，我们这个补充的我们就不详细讲啊，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要是没人提问呢，我们就接着讲啊，接着讲。快9点半了。师傅，我能问个问题吗？行，你先问吧，先说。就是刚才我还是不太理解您刚说的那个，不关了，然后返回去，然后就是现在如果要是不关心念的话，我那些妄念就全起来了，根本就没办法再达到后面那个静的那个。所以你要先认识到什么是环呢？那不是有次第相生吗？你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环，你在环的时候没有认识到那个真我，也就是你那个能观所观，你还是没有分清楚啊。你要能先分别，环在哪呢？要搞清楚观和环，静一下子做不到，你要做到了就已经差不多快成功了。要分清楚什么是观，观在这里面它就是照，你连照的作用都没有分清楚的情况下面，这个不观或者说那个静本来清净的那个本来干净的那个东西，你怎么能相信它呢？一个是观念上相信不了，在你的实际的这个，在我们实际的行为上，你也体现不出来呀。观相即发心源，观境分别破析，觉念流动非真实道。你能不能，你的念头在变动，你的念头在牵流，非真实道，而是应当是舍观修环。那么环怎么修啊？应当反观你的心。也就是观心法门，我们一关心是不是以心关心呢？你想想看，对，是，以心关心。那么你自己的心观自己的心，这明显是矛盾的。你怎么能自己看自己呢？那心不是有自证分吗？那个自证分是。原始的中观里面实际上是不承认有自证分的，或者说原始的唯识里面，自证分是人为安立的。我因为要他这个要跟外道 PK 啊，用现在的话说要跟外道 PK， 要跟外道辩论。你要是理论不圆满，被外道干掉了，要么呢就是皈依他，要么就自杀。那自杀很容易啊，那你要皈依他，那个佛教，那怎么办啊？那么多佛教寺院都得皈依这个外道啊，也就是你佛教就不，你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啊。他为了在语言的层面能说得通、说得透，所以以心观心，那么有一个自证分。实际上，这个自证分是没有的，在你的实际的观修当中，你怎么能够自证呢？你能自证，那干嘛还要去观呢？也就是你要是能观的话，那你这些环，那你这个属啊、水呀、啊，它就能自己证自己啊，那就没有啊。我们在修属水指的时候，
你怎么能，你如果有自证分的话，那你这个修守岁指的时候你没有关呢，没有这个自证在里面。落实在修行的实际的时候，它有一些这个观念呢，你要分清楚的啊。修行的实际实践的修止观的时候，跟这个教义教理，它有跟你讲过了，它只存在，它只有一些理，有一些教义，它只存在理的观念，理的层次。什么叫理的层次？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数学它只存在理性，实际当中它没有这玩意儿的，哪有复数啊？哪有虚数啊？对不对？实际，这你也就是它有一个所缘，它有一个对应啊。一的所缘，一的对应是什么呢？二的对应是什么？负一的对应是什么呢？都没有的，它只存在你的理性的这个世界里面。自证分它也是只是存在你的理性的世界里面，实际没有那个玩意的啊。你看西方的数学、西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它都只是存在理性当中的，它永远脱离不了理性的框架，所以它永远有一个存在。以前叫存在，现在叫此在，它一直有这个玩意儿，它脱离不了理性的东西。你要落实在实践，落实在实际，落实在实践，落实在实际，存在此在这玩意儿都不能有的，有存在有此在就是有我。根就是有我，你修行当中，你实践当中，你还有我，你连一个正常人你都做不了。好的东西你不能执着的，还说不能执着，你已经说重了，不能在意的。你我们生在谁家能选吗？选不了啊，那就是我啊，你能选吗？你能选我吗？你能选我吗？选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观，也不是你这个环观心，这个观心它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这里面说的很简单啊，这个逻辑，这个推理啊，若不从观心生，不观心为灭啊，若不观心，不观心为灭啊，若不。为不灭，你是不灭啊，你本来有啊，这个生就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生可以去掉它啊。你这个观和不观，你都在，你同时都有啊。不观就是灭嘛，啊，观就是观嘛。你就是这个生和灭同时都有，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理性上的这个思维啊，看起来很合理，就是因为这个理性的境界，它是有一个根，它有一个根，这个根什么？这个根就是我，你破除不了理性上的这个我，永远不能超越理性。你在理所看起来理性啊，看起来理性，实际上它不是理性。这个世界啊，我们西方它有一个叫混沌，混沌，混沌理论啊。混沌是大多数。理性也就是秩序，它只是存在于可能八成、两成，八成是混沌的状态，两成是秩序的状态，也就是理性的状态。人之所以有理性，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有理性。哎呀，讲那么多啊，人之所以有理性。不是这个世界有理性，世界是混沌的，世界是无序的。那么人怎么会有理性呢？人有理性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大脑结构决定的。
人的神经要是破坏了，这个人还有理性吗？那明显是没有理性的呀。如果这个世界有理性的，那么世界就能决定谁生谁死啊。对不对？世界本身，除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的框架里面，人只是这个法界当中的一个微尘呐、这就是环自证分啊、没有这个自证分是人为安立的，是为了。在理性的层面，在逻辑的层面，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安立了一个自证分。在我们实际观修的时候，在我们实际修的时候，自证分这个东西你要扔掉的啊，没有这个东西。当知观心本自不生。不生故不有，不有故即空啊！这个理性还是有我，我们一直要搞清楚这个人我、人我、法我、人无我、法无我，所有的东西它的根源就是有我，也就是有那个神经结构，有那个我的心识两样东西的作用。神经结构是因为有心识才有神经结构啊，还是因为有心识的作用有我？不做实际的观修，不做实际的修行的时候，只停留在理性的层面，停留在思维理性的层面，这个没有太大意义，它超越不了自身的。所以观心，我们都在有我的角度，我们比如说以心观心，实际上就是以我去观万法，你看对不对呀？以我去观万法，以心观心。那个心，我们微细的，我们去分析，微细的去分析它。那个心实际上就是我，有我，有个东西。那个我，那个东西不能破掉，不能破掉啊，不能认识到啊，不谈破了，不能认识到。那这个我一直都在起作用。讲这个我的微细有很多的偈颂，比如说有什么阿陀罗什甚深细啊。一切种子如瀑流啊，我于梵语不开眼。孔鄙分别只为我。这是我，啊，然后《楞严经》里面有一段啊，《楞严经》里面就楞严咒前面那一段偈颂啊，不利生起护法身，什么微细惑。不利生起什么妙湛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世稀有，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起护法身啊！愿今得果成宝王，团度如是恒沙众。实则名为报魂，还有个微细惑，
如一众生五浊，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仙路。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以此取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微细惑。微细惑，微细惑就是我，法我。哎呦，微细惑。悉更大雄大力大慈悲就是佛。悉更审除微细惑，微细惑就是我。法我啊，法我。有个东西，什么叫法我啊？就是你的心。你怎么能做到净智双明？做不到啊，因为有我。你怎么能做到般若无知？做不到，因为有我。都做不到啊，因为有我。因为有个微细惑，微细惑就是法我，法我有个东西以心观心，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以心观心，以我观法。你放不下那个我，法我放不下有一个东西，那种观念，你就做不到静啊，做不到观，真实的观啊，不观而观。这个东西就是微细惑，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微细惑。这玩意儿你怎么能破得了？这个已经是临门一脚了，已经就差那么一丢丢了啊。这是这个啊，这个环你怎么修环，怎么正环，正道环就是般若无知，就是这个净智双明，净智双王啊，还原之要，你怎么能做到？真要做到了，这个照的功德随时现前，照。也就是心会开发，不加功力，任运自能破隙。心一起念就照啊，返本还原是名正还。这是观心法门啊，实际上观心法门就是这么回事。观心法门就是在修还。师父是先有照后有那个还，还是先有还后有照？你要先修照。甚至要先修观啊，不要急，你先把这些东西啊先搞清楚，先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我理论上，但是修观的时候我还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所观，然后后来你还得把那个再破掉，那为啥一开始又破掉？你本来那个所观你不是要破掉，就首先要从理上认识到你知道那个所是因为你在了知它，你在分析它，你在分别它。对。那你不分别它呢？比如说我们耳朵听到声音，听到赞叹你的声音，听到骂你的声音，那你不分别它呢？你还是听到了，但是呢，你不对它起反应，你的心念当中，你能做到那个是我。你能做到的话，那个才是我。你做不到，那就是以心观心，那就是有分别。这个观，这里的环不在于你以心观心，不在于这个，因为我们人必然是以心观心的，必然是以我观法的。但是它的根本的点在于你怎么能做到无我。就这里的呀。吸取我垢，你怎么能做到无我？这个是个重点呢。停下来，吸就是停下来呀，取我垢，取我为垢啊。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啊，
这个在小乘大乘它的修法就跟小乘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88结识啊，一个一个断，断到最后呢才是人无我法无我，先断人无我，最后断法无我。大乘呢，它就是从这个理性，从观照分析理性事相，这样用智慧去断除，哎，你就能做到这个，就是在性这个叫理虚顿悟，是则见除。啊，在这个理上，《楞严经》里的"理虚顿悟，是则见除"，你在理上，你才能马上去认识到、达到它。但是事项上，还是要一个一个去修，一个一个去断。这里的事项，这里的理，就是你马上就要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是以我观我，原来是见悟。那个观心的那个观，实际上就是我，啊，它的根就是我。你放不下这个东西，放不下我，放不下很多你牵挂的东西，也就是境，外境，也就是所。那么你这个心，你就停不了。有境就一定有智，有境就一定有心。所谓的境，就是你想的那个东西，你牵挂的那个东西。师傅，还有那个，就不起妄想分别，那个分别指的是思维的那种分别吧？就比如听到一个声音，不是不思维的，就是你对它有好有坏的决断，就感受的那种。对，你对它有好有坏的决断，那个才叫分别。OK， 如果是了知的话呢，它是没有这种分别的。没有问题啊。师父，那我们所说的能观所观，空无自性，在这个点上怎有么能理观，解？有所观，就不是空无自性了。这个"空无自性"四个字不能合在一起说，空点一下，无自性，无自性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不住。你既然不住了，你还观什么呢？不可得了，你还观什么呢？实际上这里的不住啊，不可得啊，它针对的都是那个念，都是那个心，都是那个我。就是你只要不动嘛，实际上它还是。相当于是，不讲的不住嘛，动对吧？就是牵流，就是这个书上讲的，它叫，书上的原话叫什么？看看啊，哪去了？书上的原话应该就是牵流，楞伽经里叫留住。千里，楞伽经里面叫留住啊，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世间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留住，我们是用理性、用思维去观察，既然它是留住，既然它是牵流，它在变。你不要，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条河。你看，我们是要认识到，把这种认识扩充到任何东西，一切法，任何东西。那么在有一些这个教义法相里面，他就把这个东西叫有漏，或者叫有为啊，有为法嘛啊。不管怎么说，这个一切法。它都是留住的，就是在牵流在变，也就是世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你看，你去分析它，你就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既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个恒常的东西，没有一个我，什么叫我呢？我就是主宰。
不变，在这个思维上啊，在理性上，那么在这个思想上，在或者说这个用其他的外道的观念，这个我它就是梵天，就是上帝，因为它不会变的，它是世间万物之源呢，第一个嘛，它不会变嘛，就是这个意思啊。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你的心念，或者说主宰。你看，你要从这个留住这个观念里面，要得出这些东西出来。既然是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既然是它是牵留的、牵留不住的。也就是这里的不住，要做这种观察，做这种理性的思维，得出一个决定的见解，在这个决定的见解上，你才能产生坚固的信心。我们有坚固的信心，你去修那个法的时候，你才不害怕，不害怕，因为，哎呀，无我，那我怎么观呢？我怎么？知道啊啊，你怎么观？你怎么知道？这个本来就是法二啊，在佛经里它叫法二。那个还就是回到自信，只有回到那个清净自信吗？还就是对对就对，是，还就是还原对嘛，吧？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清净自信，就如如吗？意思是？对，就是无我。那个净，它就是叫悉取我垢嘛，取我，就取我，就是以为有我嘛。那书上的原话叫悉取我垢，取我就是垢，这个垢字可以扔掉。悉取我，你要把这然后个反过来就对了，去认为有我的这个观念要停下来，要消除掉。理解，这个垢用现在的观念，这个叫补充啊，或者叫同位语啊，取我它就是垢，它是一个意思啊，明白不了。是停下来去取我身上的这个不脏的东西啊，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在现代汉语它叫补充啊，或者叫同位语啊，它差不多啊。好，谢谢师傅。师傅，您的界面看不见了。刚刚断了，刚刚讲到哪断了？悉取我垢，垢是对取我的补充。取我。取我啊，悉取我垢啊！这个网络不知道咋搞的，现在用手机流量。刚刚讲了一堆是
是用语法去分析这个"兮"、"取我"、"构"这三个这句话的意思，就停下来。兮就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呢？停下来取我，就是不要以为不要去抓那个我，抓我这件事情它就是个够，就这个意思。啊，刚刚断的，应该就是这个啊。嗯，是的，师傅，我听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了。第二关，次第相生六妙门，下次就学习随便移，不是随便移啊，随便移怎么合适？你当时的它就是对治法啊，对治法。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你就用哪种办法？这就是对治法。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其他的事，我们就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啊，就先下了。好的，师傅，晚安。好，晚安。